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到底什么是 RPG？我们讲到 Revival Prayer Group，讲到到底这是什么？你看懂了吗？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到三节。第三节。 家人们，在这个时刻呢，如果你仔细观看马太福音十六章，其实耶稣已经所行的、所到之处，已经所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呢，再一次挑战耶稣。你如果你仔细观看十六章的第一节里面，他要耶稣做什么？你你显一个神迹让我看呢、啊？ 所以耶稣就回答呢，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呢，跟他分享说什么？诶，在过去你们可以用天上看看这些天象，观看到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却在这个季节，却在这个时代里面，却在这个时空里面，你没有办法分辨到底要到底这个神迹是什么。所以家人们。 从去年开始，我觉得“分辨”这两个字一直放在我的里面。你要知道，在全球这样的一个震荡里面，在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其实神一直要震荡出我们里面不能震动的国。 意味的是什么？当在震荡的里面，有一些人开始在经济、在财务、在在关系的里面，走进一个紧张、不容易的开始，但却是这一位神开始搭救，却是这一位神因着我爱他，因着我敬畏他，走进一个丰盛的旅程。但是，家人们，从去年开始，你跟我常常要面临的就是信仰的信仰的征战，我们会面临到信仰的危机。 所以，当在这个信仰的危机里面，很多人每个礼拜你来到一零一教会坐在这里，家人们，很多时刻你在想，到底上面的人讲的是真的吗？那我呢？我到底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经历呢？家人们，你有没有办法分辨神在这个时刻在你的生命当中，甚至在教会里面，在城市里面，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到底在说些什么话？ 如果震荡是为了震荡出不能震动的国，那意味的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你需要有一个确据，你需要跟这一位永生的主，需要跟这一位行神迹的神常常相遇。所以，我们到底该怎么跟他相遇？所以，家人们，在过去，神在台湾做一件事情，你你你要知道，其实呢。 当我呢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在马鞍峰教会华里科牧师里面讲的一段话，对我而言，我非常的有感觉。这里讲到说，我们作为教会领袖的职责，正如有经验的冲浪者，要能辨识圣灵的浪潮，并乘上浪潮。我们的责任不是造浪，而是辨识出神在这个世界如何工作，并努力加入他。家人们，你知道，在这个旅程里面。 我想没有人会想到，从去年开始会有新冠状病毒开始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全球性的爆发。那到底你有没有办法明白这一位神向我们所怀的到底是什么样好的意念呢？怀里克牧师在这里谈到、讲到说，能辨识圣灵的浪潮。从去年开始，国荣牧师跟我们讲到，当我们不是把一个实体放在线上。 乃是在线上就成为我们这个教会一个宣教的开始，Amen。所以家人们，当我们开始进到一个线上的旅程里面，这不是好像就是在教会开始这样做，乃是我们要分辨在每一个世代里面神所做的奇妙工作。家人们，你不要说什么。 过去这五十年来，我跟你们分享过，光手机这件事情，光电话这件事情，就已经转换非常的多了。所以每一个世代里面，如果我们还像法利赛人跟萨萨都该人一样，过着那传统的仪式，但他心坎里、他的生命里面，并没有改变呐、啊。家人们，家人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到底有没有开始明白神在这个季节里面，你能分辨出，你能明白这一位神到底在做些什么呢？你如果问我，我要告诉你，从今年开始，从去年开始，神在台湾做一件事情，我也要说借着新冠状病毒，神再给台湾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借着祷告来寻求神的面。 所以，当全台湾开始进到一个祷告的浪潮里面，你要知道，全球里面有九十个国家被卷进去这个复兴祷告的浪潮。这个复兴祷告的浪潮，有一些国家把它称为叫 Upper r u n 也就是如同马可楼上的祷告一样，去经历到去经历到圣灵的工作。当一祷告，神机骑士立刻就发生。到台湾里面。 我们把 upper room 转换成我们自己的术语，叫 RPG，叫复兴祷告小组 （Revival Prayer Group）。所以，家人们在这里复兴祷告，这是神给台湾一个愿意安静下来寻求他面的时刻。Amen。这是神给台湾的机会。祷告不是将我们所要的一直求。如果你明白你是谁。 我要告诉你，你不是一直苦苦的哀求，乃是你可以拿着你神儿子的位分，向着这个环境持续的发命令。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祷告是跟神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祷告是渴望这一位神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更深明白我们所祷告的这件事情，神你在想什么？ 所以，这样的一个复兴祷告的运动是圣灵所发起的。我们必须要开始明白乘驾这圣灵的风。当这样的一个祷告模式没有任何的形式，没有任何的架构，甚至我要告诉你，没有办法规定圣灵的作为。那到底什么是 RPG 呢？意味的是什么？我们讲到 revival，什么是复兴呢？这个 revival 意味的就是什么？让一个人。 本来是林里面呆滞，林里面没有办法苏醒起来的，开始它苏醒起来了，有一个根生，有一个再生，有一个复活的气息临到我们当中。所以，当我们进到一个这样一个祷告复兴祷告的浪潮里面，家人们，你会经历，你会开始会走过这五个大五个大的神迹，这五个大的神迹就如同使徒行传里面，耶稣当呢。 要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四十天之后，当他们呢来到了马可楼上，当呢齐聚在马可楼的时候，一起祷告寻求神的面，圣灵就如火焰一样分别烧在他们的身上，以至于这一群这一群门徒们开始经历神的神的工作，开始经历圣灵的充满。 以至于口里面开始说起天国的家乡话，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一个人跟神相遇之后，他的生命会立刻就改变。Amen。为什么？我要告诉你，是因为你这个人开始知道有一位神，你有一位神要成为你随时的帮助。彼得，我们都知道，当他过去三次不认识主的时候，里面非常的沮丧。 过过着一个羞耻般的生活，甚至到一个程度，他放弃神给他的呼召，然而回去重操旧业，成为一个渔夫。我告诉你，不但只有他回去，他还带了一群人呐、啊。但耶稣知道彼得的心啊，耶稣却在提比利亚海边再一次等候，等候那一位口里所说爱他的彼得。 当耶稣再回来寻找彼得的时候，再一次，我要告诉你，彼得是没有脸、没有脸见耶稣的、啊。然而，耶稣呢，却是煮早餐，煮完早餐再跟彼得说，再一次确句说：“你爱我吗？”我要说，一个人的生命被神的爱得着，得着之后，不就只是如此？ 彼得在之后，他上了马可楼，被圣神的灵充满的时候，他开始可以行出、行使出神的神奇。当他第一次讲到的时候，就有三千个人信耶稣。Amen。之后在美门堂里面所行的神奇，甚至第二次讲到，就有五千个人信耶稣。阿门！我要告诉你，这个 RPG 开始是神的聚集，神要召聚一群一群人，开始祷告。 开始领受从神而来的能力，以至于要走出去，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城市，在这个国家，在全球的里面领受神的心意。所以我说，神是渴望我们进入到一个大丰收的旅程。Amen，家人们，我在说 RPG 里面，在这个复兴祷告的浪潮里面，不是只有在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呢，你的左邻右舍，甚至一些不认识耶稣的人。 你知道，在今，在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我到不同的教会去服侍，我已经听到很多美好的见证，甚至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的见证，神的神机骑士就如同爆米花一样，蹦蹦蹦蹦蹦。我感谢主啊！那我要提的是，家人们，当我们开始有这个 RPG，我们先求有，我们需要更深的明白神的心意。 你知道这复兴祷告的浪潮有一个中心，有一个神的喜悦，有一个摸着神心意的开始。当我刚刚讲到这个 RPG，也可以运用在牧道友的身上。你知道，我到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牧师就跟我讲，他的教会有一个有一个童工，这个童工他们开始了 RPG 小组，就一起约去喝咖啡。 当在喝咖啡的时候，突然隔壁桌的呢有一个呢有一个弟兄呢开始好像失恋一样，结果他们就开始为这个弟兄呢祷告的时刻呢，这个小组长就过去开始跟这个弟兄呢分享，开始去问他好不好。后来你知道两三个人整组人就包围这个穆道友，就开始告诉他说：“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吗？”家人们，我要告诉你，RPG 开始了。 然而，这个小组长开始留了这个陌生人的电话，开始呢，每天呢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跟着我们？”当他说愿意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他就一直带，一直带，带到后来，他说什么？这一个失恋的地，失恋的男生呢、啊，不到三个月，他受洗了，不但受洗了，他开始从情感里面的伤害走出来了。然而，他现在也成为一个 RPG 的发起人。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RPG 不只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RPG 神也使用在工作的场所里面。在过去，我我要告诉你一个教会的复兴是借着五个年轻人。这五个年轻人就是在淫会的里里面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的牧师讲说：你要使用这五个人，因为这五个人会带下整个教会的反转。后来当一回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成为国中生的、啊。 青少年呐、啊，你很难想象啊，他被神的灵摸着，跟神有一个美好的相遇的时候。每一次在青年团契要开始之前，他都提早一个小时开始一起祷告。高中的呢，有两个人就开始什么，在校园里面，这两个人中午就开始学习进食祷告，开始做什么？在教室里面为全班同学祷告。我先讲这个高中的，当他们开始祷告、祷告、祷告一个月之后。 突然有一个班上的同学又回到班上的时候，就问他们说：“哎，你们在做什么？”他就说：“我在祷告啊。”他说：“祷告，你们为什么不吃饭？我们就是在为整个全班同学祷告。”另外一个同学就跟这个闯进来的同学就说：“那你要不要我们为你祝福？”你知道这个同学就愣住了，他就讲：“祝福好啊。”后来这两个年轻人就开始，高中生就为这个人开始祷告。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一祷告完之后，这个高中生是一个男生呐、啊，哭到一个不行啊。然而，我要说，这两个人开始什么？开始有这个人，第三个人加入了。不到半年，不半年的时间，家人们，我要告诉你，整个全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都没有在吃中餐了，因为都来到这样一个祷告聚集的地方了。Amen。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地方有神，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地方借着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神的灵就在我们当中。所以家人们，到底 RPG 是什么？我们都渴望经历我们的祷告，可以呢如数十般的最好，我祷告立刻就成功。但很多时刻在等候的过程，等候神机的过程，却是神要来修剪，却是神要来。 要来呢，修剪我们一切的零零角角，好叫我们的心全然的归给他。家人们，家人们，RPG 的精髓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 因为，家人们在这里提到一件事情哦，讲到呢，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跟我一起说，同心合意。 家人们，意味的就是，当我们两三个人聚集的时候，我们同心合意,意味的就是什么？音调和谐，就像在唱歌一样。不论你是唱高音、唱低音，但是我们却是非常的和谐。所以，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开始来明白神的心意，开始来分享我们里面的、里面的负担。所以，这里讲到同心合一的球，意味的就是两个人的祷告开始和谐的如音乐一般，开始呢。 一个一个开始为着彼此来祝福，为着彼此所需要的来来呼求。后面讲到二十节，讲到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家人们，这一段话我们看见两三个人这个原则啊，我要说是教会的原则。只要两三个人同心而意，奉主的名聚集，神就答应我们，神就应许我们，立刻就在我们当中。Amen。 那我要讲说，这是教会的原则，意味的是什么？这两三个人代表的是代表教会执行属天的权柄，告诉你，左右旁边的、哦，我有权柄哦。所以在这里讲到两三个人，你要了解一件事情，你是代表代表教会在行使这个属天的权柄。 所以，当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里讲到要奉主的名聚集。什么叫奉耶稣的名聚集？什么叫奉主的名聚集？你知道，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节讲到：“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那个奉主的名意味的是什么？你要知道，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呢要回到天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的时候，耶稣所说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这一群信他的人。 要做着比耶稣更大的事情，Amen，Amen Amen。所以，当我们开始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神就要成就。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十、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你可以看见，这里呢，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开始有见证了，开始有神机骑士出来了。我要告诉你，来，眼睛看我。 我们常常很容易定睛在这些神迹歧事里面，但我们却忘记了行神迹的神。我们常常听见神机很快乐，但我们却是忘了那一位行神机的神。RPG 复兴祷告的浪潮，我要告诉你，它不是一个模式，不是一个公式。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两三个人寻求神的面，渴望神的同在，神的同在降临的时候，神立刻就答应我们。所以，当我们开始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意味的是什么？所求的事情是合乎耶稣基督的本质。我们所求的事情是符合这一位神所做事的法则。意味的是什么？我的祷告跟耶稣的祷告也是相同的。 明白了，你说明白。所以，奉主的名求，奉主的名求，这句话背后一个很深的意义，就是神啊，我的祷告跟你的祷告是一致的。那耶稣的祷告是什么？我们怎么样跟耶稣的祷告是一致的呢？家人们，家人们，耶稣的祷告，我们可以回头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主导文。 开门见山，耶稣就讲到：“你们这，你们祷告要这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开门见山就已经宣告我们的身份。我们跟这一位祷告的对象就是这一位天父，我们是他的孩子。这一位父岂不将这天上极大的丰盛赐给你呢？但重要的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谁？ 所以今天我要说，RPG。如果我们的祷告跟耶稣的祷告是一致，我们需要摸着神的心。家人们，当我们的教会先求有的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 RPG 的浪潮的时候，圣灵在接下来的日子要把我们带进一个更深的旅程里面。重要的是，你里面有一个渴望，知道我的神，我主我的神要成为我随时的帮助。Amen。 所以，神呢，在台湾里面开始做一一件事情，就是降下这复兴的祷告的灵火，让神的儿女加入他的计划。我们再回到这个主导文里面，你可以看到一开始开门见山就讲到我们跟这一位父的关系，就是父跟子的关系。后面谈到这一位父亲有三个愿望，哪三个愿望？讲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家人们，意味的是，耶稣的祷告不再单顾自己的事，乃是他先求神的国和神的意。这一切你日用所需的，神都要加给你。Amen。所以，当我们在一个 RPG 的祷告里面，一开始，我想邀请你做一件事情是，是你开始。 从我们每一个人各自分享自己所需的开始，我说这非常的好。但如果持续，就如同月姐刚刚所分享的，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开始都是把自己的所需丢上来，我告诉你，很多时刻我们会累，甚至呢，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的心卡里又不太展开的，你你会发现他怎么求的都是一只有一件事情，保平安。 但却不了解这一位神的心意，家人们，复兴祷告的浪潮 RPG 意味的是什么？神渴望他的儿女们来摸着他的心意，他所担忧的，他所担，他所担心的，就是我们所担心的。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愿神的国，当我们借着开口祷告，寻求他的面，神的国，神的神迹骑士就介入，就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家人们，German, 这是耶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将父的心意表明出来。这是为了爱我们的方式。我要鼓励你，我要鼓励你。如果是你仔细去查考整个主导文，在过去呢，在我分享里面，我也开始了每一段分享主导文的意义。当我们开始去明白父的旨意的时候，接下来你会看到你生活所需的。 甚至呢，耶稣的主导文里面教导你怎么样开始跟人和好。所以开门见山，他讲到宣告我们的身份是他的孩子，意味的是什么？来，眼睛看我，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你不再是个孤儿。你祷告如果要蒙英语这件事情，你需要将你孤儿的心肠、孤儿的心态，要全然的脱落。 甚至你祷告，如果要蒙应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跟你心里面你没有办法饶恕的人，你需要先选择神的心意。你要开始学习去饶恕。我要告诉你，饶恕容不容易？不容易啊！圣经还讲说，饶恕人要饶恕个七十个七次啊，真是苦啊！但我们在祷告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持续去原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要献祭之前，若想到我们有弟兄没有和睦的，我们要先回去跟这个弟兄寻求和睦。所以，整个耶稣祷告的里面，他开始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跟神和好，怎么样跟人走进一个一个和睦的里面，以至于神的国、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意味的是，你跟我成为天国的大使，我们所呼求的就是神的国降临。 家人们，在主导文里面，意味的是在祷告之前，我们将生命所有一切的杂质先跟神对齐。所以从主导文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从一开始感谢父神赐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开始呢，渴望那个神国的降临，以至于转化我们，转化我们在生活里面，在整个国国家里面，整个城市里面一切的难处。然后，家人们。 这一位丰盛的神，他就要将你日用的饮食，将你里面所担心的全然的都赐给你。这就是这一位父的心。家人们，一个人跟神一定要有相遇。长这里容易，长这里难。那个相遇是为了确定在未来的震荡里面，以至于我们里面这个属土的性情，不被这属魂的里面、这属世界里面所震荡。 让我们的心常常可以面见他。我不知道你上一次经历神是什么时刻了。可能是什么？隆隆隆隆隆，Go！你可能现在所讲的还是在分享什么？哦，我怎么样认识耶稣的整个过程？我要告诉你，这一位神是每天做新事的神，Amen。 因为他答应我们，每早晨都是新的，每一个早晨你都有新鲜事要发生。重要的是，我们这颗心有没有办法转向他？祷告，如果是跟神谈心，家人们，很重要的是，你里面的结绝对不能一直放着，你需要开始活出耶稣的样式。很多时刻，当我们嘴巴讲，但我们心里还在抓。 那你就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持续求神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经历那个转换；求神帮助我们，可以让我们去去可以去经历那个改变。Amen，Amen Amen。到底这个 RPG，它的祷告到底要怎么祷告呢？到底这个祷告的步骤是什么？刚刚我讲到主导文哦，一开始我们先先来感谢。 哦，oh, 我们每一个人呢，那个感谢非常的简单，或赞美都可以。那个感谢的祷告词就只有那么短，怎么用呢？我要告诉你，主，我感谢你，让我今天可以来主日结束。这样可以那么简单吗？我告诉你，就是如此。你的祷告开始要感谢，我要鼓励你，待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口感谢你，感谢你所要感谢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开始轮流。 可以吗？一二三就开始，一二三这样轮流，我们轮流感谢，一天感谢我们就感谢七次，七是完全的数字。你说为什么要七次？我要告诉你，没有什么，你也可以感谢十几次。但今天早上我们就渴望感谢七次。你常常不感谢的人，我要告诉你很难呐、啊。我第一次开始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一开始说感谢七次，七次有什么？我告诉你，连感谢。 神给我有衣服穿，我都感谢。所以就是这么简单，e n 家人们，一个懂得感谢的人，他的生命才有办法走进神的丰盛。我们很多时刻在关系的里面，只要面临到冲突，我们就谢谢再联络，我们都忘记过去彼此的好，我们很容易计算别人的恶。在整个 RPG 里面，在整个神的主导文所教导的，就是要我们以爱，以爱。 得胜以爱为旗，Amen。家人们，我要告诉你，神不要我们好像在写作文一样，祷告打从你的心坎里里面来感谢，不要那么冗长的祷告。你跟神的关系走进一个更亲密的旅程的时候，你的话，我要告诉你是越来越简短的，因为你很清楚知道你要感谢的是什么。 第二个，当我们每天感谢完七次的时候，我要鼓励你，你需要开始。我们讲到呢，开始我们宣告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属他的儿子。所以我要邀请你每天来宣告你自己的身份，来宣告你是自己的价值。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是神什么所爱的。大家就一起阿 n 就接下来可以吗？ 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阿们的意思就是什么？他的祷告也成为我的祷告。这个 RPG 的祷告小组，它不是小组时间，它就是祷告。我们一上线就是祷告，我们一上线就来摸着神的心意。我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神的灵就在我们当中独行其事。所以我要邀请你啊，邀请你啊，这是一个开始呢，让你感觉到哦。 祷告怎么那么简单呢、啊？再来呢？我们讲到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对吧？对吧？所以，我们每天要宣告神的名号。神的名号很多，我们都不认识的。但是，借着 RPG 里面，你每天一样挑选三个，开始每天就持续的来宣告神的名号。我们每天要开始呢，宣告神的名号，比如说呢，耶和华以罗心。 讲到耶和华是大能的神，你就开始讲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神你是耶和华以罗心，你是大能的神，是我的神，Amen。结束。耶和华尼新以勒撒弄拉法哦，尼加底西肯，你看你从来没听过吧？哦，再往下来走，你要知道，讲到何西努啊、哦、拉菲呢、罗以呢、呃、色巴特，甚至以便、以谢。 这样的 RPG 的祷告的模式是开始按着主导文开始，我们来走。我们一开始开始就来先满足神的心意，我们不要一开始就先来求自己。我们学习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这一位王的身上。就每个人一人一句，像爆米花式一样开始宣告。我们一开始就让我们的灵向着神的灵活过来。所以，当我们开始宣告神的名之后呢？ 我我们开始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愿你的国降临，也就是神所关心的，就是这地上的国，这地上的国要成为主基督的国，Amen。所以，我们开始学习为列国、为城市，甚至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可以吗？我知道，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们会开始把我们心里的担心讲出来。我要鼓励你，认真的去讲，可以吗？ 可以吗？来到神的面前，你不需要再抹上属灵的 SK Two。你如果还要伪装，还要带着假冒为善的心智来，我要告诉你，你真的会了大了。接下来我要说，我们假不了了。我们在面临到一场，在一个，我我真的要说是一个非常危急，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将我们的诚实、我们的心全然的交还给神，甚至我们彼此之间，当我们开始越坦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祷告小组会生发出神的能力。Amen，Amen Amen。最后，这一个 RPG 的一个祷告流程是回到我们一开始我们所做的，我们就开始去分享我们平常之间我们里面所担心的，我们里面所不容易的。 所以，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这个时间就很长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听到最长的 RPG 时间三个小时，你很难想象吧？去年，当我开始进到一个一个进到到全服位去分享的时候，开始在教导的时候，一个团队式的祷告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他们就开始北中南的弟兄开始线上祷告。 所以一组的线上祷告，他们平均呢，我听到的呢，开始就是一个小时起跳。但我要提的是，弟兄开始兴起祷告的时候，姐妹是非常兴奋的事情。所以在 RPG 的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在关系里面走进一个更深的旅旅程里面。我要鼓励每一个家人们，我们不但跟跟我们的在教会的家人，我们也回到家中兴起组起这个祷告的祭坛，借着 RPG。 让神再次临到我们的家中做王掌权。那我我就想邀请大家是在这个祷告流程的最后一个一个步骤，就是为我们自己的需要祷告。你会发现，从过去我们一开始的 RPG 是先分享我们自己。我要告诉你，很好，但我们需要被 upgrade，Amen，以至于让我们的眼光。 不再定睛在我们自己，一直看着这件事情，乃是我们的眼目开始调转来到施恩的主面前，好叫我们开始，我们有从神而来的领受，我们开始可以从家人里面为我们的祝福，在祝福的里面，神就开始借着这些祝福的祷告，开始做奇妙的工作。 你会开始发现，最后我讲到说，为对方祷告的时候，求问神是否有话语要给他领受神的话语，并以此祝福他。来，眼睛看我，意味的是什么？我们听懂我们家人现在的需要，但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开始可以问问神说：“神啊，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当你里面开始有一些感动，有一些领受的时候，借着祝福的祷告，祝福出来，宣告出来。 家人们，来，眼睛看我。我不要你去告诉他说，我刚刚领受到我看到了什么，因为你跟我，我要告诉你，很多时刻我们的祷告，我们领受到的是灵跟魂的参半。所以借着祝福，让我们这个家，因着祝福，我要告诉你，当我们开始祝福的时候，意味的就是我们认同认同这一位神所要做的工作，现在立刻就临到我们的家人身上。所以，家人们。 明白我说的吗？明白了，你说明白。最后，我们整个祷告完之后，我们就一起用主导文做结束祷告，可以吗？可以吗？再来，如果我们呢开始呢遇到了一些没有认识主的人，我也鼓励你两三个就去开始为他祷告。当我们开始为他祷告的时候，我我我我要告诉你，神的神机骑士就会临到这个人身上。 我最近听到有很多的、很多的没有信耶稣的人，哦，甚至都在偏乡里面开始做 RPG 的、疾病的，借着祷告病得医治，还有癌症得医治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神迹是神因为怜悯。 因为怜悯我们，让我们开始借着祷告寻求他的面的时候，神要调转我们的眼目，神要把我们从二层天里面的混乱，把我们带到神施恩的座前。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人需要常常连于他，如同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讲的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amen